老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你自己心里的那种感觉是什么？我感觉特别心疼，感觉他特别不容易。我知道你喜欢唱二人转，但是吧，我知道你不喜欢二人转那个舞台。然后如果你以后要愿意唱二人转，就给我唱，给我父母唱，给我们全村人唱，我们全村人特别喜欢听你唱二人转。老胖，当年你在台上的时候遇到那种情况，你啥心情？当时上两箱酒，然后就是其中有几个是差的钱的，但是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，但是没全喝了，喝完了我就下台的时候我就抠出来了，完吐了。哭了吗？我没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在外边演出，就是你死与活都没人管，何况就是你哭了，我不想让别人笑话我。所以说燕子姐，我体验过了这种苦，我就在心里就默默说，如果老方能真能和我牵手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他受这种苦了。